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如何小心地躺在瑜伽垫上。本视频展示的技巧能够让您避免意外受伤，降低跌倒的风险。整个动作分为四个步骤完成：屈膝下跪，四肢撑地，侧身躺下，转身平躺在垫子上。步骤一：屈膝下跪。首先，请面朝瑜伽垫站好，双腿分开，与骨盆同宽，左脚向前迈一步，踏在垫子一边，左手放在左大腿上，然后踮起右脚后跟，左手撑住大腿，慢慢地弯曲双腿，一直到右膝盖着地。在下跪的过程中，背部请始终保持垂直。步骤二：四肢撑地，上半身请向前倾，直到右手撑在垫子上，接着让左手也撑在垫子上，四肢都接触地面以后，请向垫子的中间移动。步骤三：侧身躺下，左前臂请支撑在垫子上，左腿贴近右腿，让您的骨盆自然放倒在垫子上，上身慢慢躺下，直到左肩膀接触地面。现在您已经侧身躺在垫子上了。步骤四：转身平躺在垫子上，右手臂向您身后伸展出去，这样能够带动您的身体整个儿向后转去。在您做完练习以后，我们还请您观看以下视频，如何小心地从瑜伽垫上起身。